Hello， 各位，欢迎收看本期影片。今天呢，一样好不好？一样有越南的玩家来报名了。然后呢，今天听说有一位刀锋神哦，胜率非常夸张，听说90几%哦，他好像还有附上证明，好像还有附上证明说他的这个胜率真的非常，就是90几%的胜率耶，哎，要玩到那个高端局，然后你还可以90几%胜率，我就觉得有点夸张啦。你要有一定的水准才有机会，基本上连这些选手也很难做得到。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来看今天的，希望今天台服玩家，上次台服玩家好像输了嘛，对不对？今天也有越南的玩家跟台服玩家来报名。加油，台服玩家 ，Let's go！ 好的，首先第一位呢是由我们台服玩家的凤梨，应该是凤梨啊，凤梨，凤梨，凤梨 ，OK， 凤梨同学，他的片名叫做《刀锋拯救世界》，Let's go，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刀锋。哇，刀锋哦，刀锋，我们上次来投稿的有一个5分的刀锋，那个人太秀了，那个人真的太秀了。OK。OK， 还不错。啊，没了，就都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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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下子就没了？这兄弟，哇，我以为你有传很多片段呢，我是觉得你这波打的还不错啦，就是你三层被动嘛，然后直接大一二，然后这时候还有大，哦，这时候还有大，但是我认为你刚刚应该可以直接双大直接打给秒杀，因为不然有点浪费招式哦，然后再用一个一技能直接带走。这里我看。我在猜你的装备应该是好到爆了哦，你的装备应该是好到一个不行。然后对面看起来，我在猜应该这个匪类应该是出有点，他应该有点出攻击装，不然他有点太软哦。他刚看起来有点太软。然后这场没有看到太多的借位的动作，因为上次那个五分，你们有机会去看那个上次得到五分的那个路人玩家，我感觉看到傻眼，他超扯，他超强。那以那个水准来去看这个的话，这位刀锋玩家真跟你说抱歉了啦，好不好？这个片段我想一下，3.5分，整体确实是有拯救到世界，但是我的心还是属于上次那个投稿的那个路人玩家，那个路人刀锋，那个上次有一个全服，简单跟你们说，上次有一个全服刀锋来投稿，然后他扯爆。啊，真的好，我们就来看下面一位。OK， 再来这一位是这个璀璨的全服洛伦。哎、欸，上次这个我在猜他应该滑的不错啦。上次不是有上一集不是有一个弟弟13岁的那个佛欧伦嘛？然后弟弟你可以来看这个，这个我是觉得他应该滑的很好，因为敌方是会跑的。你有没有看到敌方是会跑的？来跟上。哟，看一下有位移。你要怎么跟上？有没有？他会预判敌方的那个位移的地方，就是他一路从这里拉到。干，这是稳稳的，一秒五花。哦，你要打哦，哦你要打 ，OK。哇，滑到底，不然你死定了。哇，剩，我有这个位，哇，这个躲招，有哎、欸。哎呀，烂尾，哭啊！哦，来了，就是这个，各位，哇，就是这个，你看得出来那个差别吗？就是他会一路追着你打，跑不掉啊！你就算位移，你就算交了闪现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一路这样滑进去，然后他的话就是可以一路，你看他就是预判了你的预判，你知道吗？他知道你会往后堵，然后他的话就是接得太顺了。他那个花都是算好的哦，非常的厉害，反应真的很强，确实是全服。然后他这波真的很漂亮，他这波直接接完之后，他知道那个艾里开大了嘛，然后他一技能丢到的是这个草里面的人，他确定他丢到了，所以艾里一顺过来的那一瞬间，他就直接接顺，然后先接后面的人，然后拿踩到花，然后继续接。虽然后面有点小可惜，有点小烂尾，但是没关系，他下一波这波秀烂，这波秀烂。这波真的秀烂，一路滑到底啊！你们看到？想去哪？嗯，汤太秀了！哇操，太秀了！这个就当佛欧伦的标杆 ，OK。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我看，哦，不同场啊，那有点小可惜。但是这佛伦就是一个大大的大拇指，好不好 ？SS 等级的 ，SS 等级的，玩的非常的好，四分啊，各位。你知道四分就是 SS 等级的意思，就是很厉害。然后三分就是大神了，那这个不用讲，一定是 SS 级的，太秀了。欸，再看一次他这个画面，真的觉得很极致，真的很秀。再看一次他这个画面，真的很秀，好猛。如果我有这种佛伦队友就好，你知道，现在我跟你们讲，就是在高段区啊，有些人甚至不敢选佛伦，有时候放出来他们不敢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讲真的，佛伦的难度确实比较一个，就是要怎么说，玩得好的人确实比较少。然后就连职业选，我跟你们讲真的，就连职业选手也是，就是要玩得很溜的佛伦，必须讲真的很少很少。然后你。很少可以看到那个名场。我记得佛伦玩的目前比较有记忆点的应该是 Outcast， 哦 Outcast 就是现在去 NOP 的这个 Outcast， 以前在闪电狼跟 HK 的玩家，他的边线他的佛伦是很秀的，希望下一个版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比赛嘛， NOP 现在没有比赛，那希望下一次职业场可以看到他的佛伦，可以秀一下他的操作，很屌。这个玩家很厉害，四分。好的，再来这一位是越南伺服器的全福纳克。OK， 然后为什么他这个角色怎么不见了、啊？等一下，我拉前面点。哦，他最后技能。哎，他是二，哎，他是一技能这个草。哦，他想用那个啦，墙体 bug。哦，他想用墙体 bug 直接飞到这里。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院到底这个越南伺服器的玩家玩的怎么样？刚刚我们的佛伦很秀哦，这个越南伺服器玩家，我操，你干，大乔，哎，他真的都用这个墙体 bug 在飞，他这影片加速了，等一下，各位，他这影片加速了。因为这个走的动作，我就看出来加速了。越南玩家，你加速影片了哈，那叔叔看得出来啊。哦，慢动作。哦，先别。但是必须讲真的，他玩的确实不错。但是他前面的片段都是利用这个墙体 bug 啦，就是这个墙。来，各位，这个墙体 bug， 我们从几月的时候说到现在。从七月还是六月的时候吧，那时候做传统的城堡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墙体 bug， 然后确实财富玩家也会利用这个纳克，很多纳克玩家也会利用这个墙来去做位移的动作，就是这个墙可以让你领有位移技能，然后丢在这个墙里面，你会飞的时候特别远。啊，这个到现在都还没有改。然后因为讲真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 bug，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官方到现在还不修，已经过了非常久了，三四个月有，哦，甚至已经这个墙应该有半年一年的时间都有这个 bug 了吧？我一直遇到有人就是玩纳克的玩家也特别喜欢用这个墙哦来去做这个位移的动作，然后就是台服玩家之前也有在讨论，就是说这个墙体他们纳克罗斯就是特别喜欢用这个墙体来去做位移的动作。Okay， 那这个越南玩家就是确实是利用这个墙体来去做位移的动作，就是直接飞超远，你们看到飞一个超级远的。然后必须说这个越南玩家，你影片加速，然后冷动作动那么快，走路走那么快，你那个精灵加的移动速度应该是50%哦，再十颗加50%，这速度有点太快了，好不好？这个。但纳克罗斯就长这样，还好啦，还行啦，还好，那个没有我们刚刚那个佛伦秀，那个叔叔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那个角度，上次呢那个越南玩家确实有赢我们，好不好？确实有赢我们上次来参赛的戴夫玩家，但是这一集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没有，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影片要加速，这个看起来是会比较秀的。就是这个影片很明显加速了至少 1.3 倍 1.5 倍有。我想一下，这个纳克
就是没有看到他太多华丽的操作。3.5分哦，3.5分，我们就来看下面一位。好的，再来这一位同学，就是他说他在台服，好不好？他璀璨，他说他现在是璀璨，然后全服的这个全服第五名的刀锋，然后他的他有截他的胜率，真的94%，哇操，哎、欸，好猛哦！前面几名我看一下，65%、68%、74%，这个是64%吧？哇，你94%，哎、欸，有点屌，哎、欸，他真的94%啦，靠杯哦，我以为在开玩笑、欸，哎，认真，这个人。94%的刀锋 ，OK， 我来看一下你的刀锋到底玩的怎么样。但是上次有一个这个5分的刀锋，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个5分刀锋有够小的。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超越这个人，有没有超越那个人？好的，来了，璀璨全服刀锋胜率94%，刚刚他附上的证明确实是94%，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名字长不一样？我刚看那个图，我记得你的开头应该是对你怎样怎样怎样，为什么名字不一样啊？你是开小号对不对？你是开小号对不对？不知道。OK， 我们来看一下，好，三成直接刷满。那、啊、你不会打一场哦？这是什么？你的 IG 跳了出来，然后嘞，借兵吧，对，借位。我帮你扛了一下，我选择不出来。有大绝，一技能普攻，哎、欸，在一技能等度挡那个伤害，补掉。嗯，嗯，我必须说，之前来报名的刀锋都，真的说，之前来报名的刀锋。嗯，很没有，因为哇，你记得那个刀锋吗？我再让你们看一次那个刀锋好不好？我再让你们看一次，让你们再看一次那个刀锋哦。上一次拿到五分的那个路人玩家，我再让你们看一次，让你们对比一下哦，让你们对比一下。我先给这个玩家分数好了，3.5分哦，3.5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次的五分刀锋。OK 啊，各位，这是上应该是。40几集啦，哦，40几集有一个全服刀锋，然后他让我心服口服，哦，我直接给他五分，直接给他五分，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操作，来三层直接跳出来，然后再跳兵，然后再直接借位，然后再得到三层，然后再刷新，然后再跳，直接带走，然后这里还不退休，自己借兵借位，然后再借位跳过去，然后再直接两层带走，然后再借位。啊，在这看这里，再借位，然后再跳兵借位，然后刷兵，很可惜，三层没有抓起来，但是没关系，直接带走，然后再借位，这里再借位，再借位，然后再借位，这里也是借位，再借位，再借位，躲各种躲，然后这个我必须说，这是我在上次我就说过了，就是这个人是我看过最秀的刀锋。他真的就是我看过最秀的刀锋，看到了 ，OK， 你们有看得出来那种感觉吗？哇，他真的太秀了！这个上次拿到五分的刀锋，真的太秀了。他这个借位用的真的是超好，然后再來就是，算了，不再解释了哦。就是如果你要看这集的话，我记得好像是40几，看一下 ，OK， 如果你要看这集的话是45集，哦，是45集，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后来就决定把它当一个分的这个刀锋的标准，就是你要玩到像这样子，你要这种借位的方式，你会看到它真的超级屌，各种借位，各种利用那个刀锋，他就是把这个刀锋已经玩到淋漓尽致了，真的太屌了。他的被动，他的大绝那个叠层用的太好，他太了解这只角色了。所以呢，就跟这个刚刚那位报名同学说抱歉啊，虽然你的胜率有94%，但是呢，以影片的操作看起来，感觉差了一截，对，感觉差了一截，很可惜，很可惜。希望你们下次再来报名，老梗。我们就来看下面一位 ，OK， 最后一位是 bonus 了，欸，靠杯，这是。
D-O-U-N 是什么新音？上次你拼得很棒，其实这次拼成 D-O-U-N-S 有点厉害。OK， 这是我守住我肥嘞，不是。张若文王虽然比我强，但是我觉得今天台服玩家有赢那个来报名的越南玩家，希望各位再次来报越南玩家，隆重来谢次。下次有没有那个？下次如果你有泰国的朋友，有没有叫家里来报名泰服玩家或者越南服玩家，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们来报名。但是一样记得就是要20台以上才能来报名。OK， 我们下次见。希望有更多台越大战或者台泰大战。今天我个人是觉得那个佛偶人帮我们拉高了分数。这个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那个佛偶人确实玩得不错。我们下期见，拜拜。